数据过程，然后怎么保存个命名呢？点击 Table， 之后这个光标会显示到这个文件夹，再点击 Enter， 就能看到我刚才的文件名以及这个路径，然后我们也能查看其他的路径。当我们想要新创一个文件夹的时候，可以点击这个按钮。你看这个按钮是新文件夹，名字的话尽量不要跟前面重。